剑枪刃啊！
呀，天啊！大丈夫无害襟怀，何事怨命怨天啊？咦，门外何人呢？哦，原来是一位小女子，奉主人杨公相国之命，为求李靖先生所献国策，要封黄金百两啊！既未立李靖国策，我愧受黄金啊！岂得主席间天下面，山管边，迎风送湿有和弦。何风，但佢受伤过，至今都未变，不近人情噃。相爷一路，公子恐有劫数啊！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李靖兼欺我皇后，劫数死生无。Yummy!
又好似超市马券，似曾相识非初见，今宵相扶这上唱。
相爱，更难谈呀真惊天，风雪片片。
太子地，敌家飞箭，只夜来夜深如剑，技法同线，力透拳殿，砍敌万人可攻坚，不畏军之累。好歌是不用俾佢停的。